如果你家里有这种牛仔外套，你可以直接这样搭就好啦，它就是呈现一个休闲风格。如果你今天踩的是高跟鞋，它就可以当性感时尚风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好搭的。黑色穿起来特别特别的瘦，你有没有看到它裙子是 A 字型发展，就是显得你的腰很瘦。如果再冷一点，你要穿一件牛仔长裤在里面，你想要穿长裤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稍微这个松紧带调上去一点，它就可以当成一件上衣，然后你可以穿短裤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把它当洋装，你就把它拉下来一点。刚刚有讲了，这边完全是松紧，大家可以自己去做调整的。你看这个泡泡袖的那个手袖，非常非常的可爱，然后也不会紧，有没有？很好看。我现在穿的是平底鞋，就可以呈现休闲。如果你穿的是高跟鞋，拿一个晚宴包，它就是可以去参加一些 party 跟局。刚刚有介绍它是缩腰的，如果你是高个儿的话，66160啊，里面还是会小小穿一个安全裤啦。我是做前短有点后长的感觉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160以下可以当洋装的。这个领子超美的，超级美，它是这种比较中山领式的感觉。中山领呢，会让你的下巴跟脖子非常非常的长，真的很修饰。它的手袖是非常非常漂亮的，蓬蓬的，然后又不会显胖的，这边完全是松紧的。好，即使你很胖，你是小孕妈咪都可以穿的。然后这个绿也是我色卡挑了非常非常久才决定啊，我要用这个色。如果你今天比较高，你甚至想把这件当上衣，那我们就拿一件长裤来穿搭，它就可以变一件上衣，踩着高跟鞋。如果你今天想当洋装，我们就拉下来一点，任由你自己想怎么穿，然后你自己去调整。